请问可以进来吗？你找谁？我找王老师。哪位王老师？我们这有两位王老师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她是女的。这儿的老师都是女的。她戴一副眼镜。在我们这儿，每位老师都戴眼镜。她瘦瘦的，高高的，头发长长的，穿一条牛仔裤。哦，你要找王欢老师，他刚出去。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你过一会儿再来看看吧。